侠小说里的火龙功有种让草木瞬间化为灰烬的神奇功效，但你相信吗？现实生活里竟然真的有人懂得这样传奇功夫，能将火球运用于骨掌之间，还可以替人活络筋骨。意大利男子汤马斯用不可思议的钢铁喉舌，完全不靠剑位或是任何道具，可以吞下60公分长还带有4万伏特的光剑，就连启动中破坏力强大的电钻机也能深入喉咙，竟然挑战独家曝光。锁定周六晚间8点，神秘52区。